大家好，我是硅谷边道迪哥他哥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麝香硅苗的一个冬眠的一个环境啊。这边就是我们麝香苗的一个冬眠塘。这边是果刚闹害的一个。这里有一个小麝香在这边冬眠。但这个水深的话应该是5厘米、5、6厘米。这个水的话就是说在温度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啊，会慢慢的减浅，就是说会慢慢的这个水会自然的挥发，会最后就是说，如果是说在深度冬眠的情况下的话，可能就2-3厘米深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潜水冬眠的一个环境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边还是有一些植物供他们攀爬的一个那个。这边就是麝香总龟的一个冬眠环境了。这边的话，水深的话，大家可以看那个岩边，是最少降低了50公分了，3-50公分了。然后，这个塘的话是，我们现在这边的话会是个浅一点的地方，这边的话哈，水深可能就只有10来厘米。这一边的话水深可能就深一些，目前的话应该最少还有30-40厘米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操作进行的一个冬眠情况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，有问题的朋友请私信或者留言。